夫女儿和穷女儿回家后的区别。夫女儿回家，妈，我们来了，来了，闺女，来都来呗，拿那么多东西，孝敬你呢，妈，累了吧？嗯，休息吧。好，来坐坐坐，吃个水果吧。好嘞，谢谢妈。最近忙吗？穷女儿回家，我们回来了。几点呢？才回来，赶快去给卫生打扫了。哦。